现在带着萌萌和我这朋友一块去吃早饭啊。这家餐馆啊，好像挺 local 的，看有啥吃的。当岛最大的蹭饭王，看看有点啥吃的。米饭，那个手抓饭，他们比较喜欢吃牛肉。今天的牛肉不错啊，好，搞点牛肉吃。蹭饭哥萌萌是阿田的保镖，他们马赛人特别爱吃的牛肉汤配恰巴蒂 ，good。嗯，刚刚大哥帮我问那个蹭饭哥，给他钱，问他愿不愿意去中国，还给他看中国的视频。我说我留在这儿，他说他不去。萌萌 ，Go China。Yes, no, yes, 刚刚还说不去的。看到钱就要去了。刚刚我说要不要去，你看他看到中国这么繁华，想去中国了。One day we go China. China, so that good. 萌萌对中国非常的好奇哦。我们坐飞机，yes, 我们坐飞机去 China. Me? Yeah. 要跟大哥回中国了，你俩一块吧，别在这待着了。吃完饭了啊，带你喝点中国茶。买点水烧茶，走 ，OK，Let's、okay, go。刚刚大哥心疼萌萌，非要说他扛水。你那个来的时候是不是从国内带了茶叶过来的？以前在国内送水的。你在国内还送水？那你在国内也身兼多职啊？茶具有吗？有，在我包包里面。哇，怎么什么都有？你就是那个中国版机器猫大叔啊啊！来，进来进来，对对对对，谢谢阿姨呀，好。哇，你这带的好全啊，什么都有啊，这么多杯子。萌萌叫到家里面来，想给他尝尝中国的这个茶。咱们今天喝水，你这有什么茶呀？是武夷山的，哦，就是你们老家的茶。没想到竟然在非洲还能喝到正宗的这个福建茶啊，是福建茶啊。对，福建茶。开一个茶馆搞培训算了。马赛茶馆、嗯。提供一下马赛就业机会。哎嘿嘿，怎么啦？你。Do you know what this? Yeah, Chinese tea. 萌萌很惊讶哦，你看他其实很爱学习的，我发现，你看，嗯，哎 ，good. Yes. It's nice tea. 他们应该就是第一次见到中国茶，这个茶喝了长生不老的哦，一口$1 ，one cup $1。Do you know? Yeah, $1, $1. 把这个放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分。这是公道，然后公道装在这边以后，然后回到你的小。老师开始上课了，嗯，好好学着点。好好学着点。以后，哎，可以好找工作，尝一下。Elita. It's hot. 月亮。Elita. 来，尝一下，尝一下。咦，看他的表情。嗯，先闻，闻香。Yes。哇哦！要不要加点糖？可能你们比较适合加点糖。对他们喝茶特别喜欢加糖。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我感觉可能没味道。他问我要糖，他问我要糖。But this is no good with sugar。嗯，真的，他们可能喝不惯这种没有口感、没有甜味的茶。你们那边是喝盖碗。Sugar, thank you。这个放了糖了还能喝吗？这么好的茶，哎呀呀呀呀！天哪，你放这么多！你这是在嘬糖，你不是在喝茶。一会拿个勺子给你搅搅。Let's try again, try。月亮在笑话他。Better。耶。觉得加了糖的好。我的妈呀！你这太夸张了吧？你萌萌，你是认真的吗？把他自己的棍子拿来搅茶。不能这样。来，干杯，干杯。Okay, okay, okay. 来拜一拜一个中国大哥，你看三个男人在这里喝茶。干杯，干杯，马沙马里夫，马沙马里夫，干杯，长命百岁啊！干杯，马沙马里夫。
脚糖的棍子太大了，换成牙签了。你这个真有才啊，萌萌。倒茶的时候要这样子。你要说重点，为什么要敲桌子？啊。If someone give you tea, you just dun dun two time. It's me, 谢谢 ，thank you. You try. 知道吗？喂 ，TT， 过来。TT.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Because he give the tea, and you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这真的挺爱喝这个中国茶的，培养一下中国文化。Yes. 我教你了。啊，来来，换萌萌了。Yes. Hot water. 嗯。好，拿起来。这边斜一点，盖口斜一点，斜一点，对，然后这样子，这个手指按住这边，然后这样子端起来。Yes， 啊。现在换嬷嬷来试一下啊。嗯。啊。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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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傻笑了，看看你能不能整起来。月亮都在地上睡起来了。Now you teacher, you are the master now, master. 嗯，你现在你是大师了。你是现在是桑岛的大师了。Water here, yeah, open, yeah. 嗯哼，斜一点 ，yeah, 斜一点，然后 ，yeah, 哇。And now, this to the small cup. Yeah, yeah, yeah. Thank you. 干杯！干杯！萌萌学会泡茶了。很好。干杯！不错不错，学的还是挺到位的。他现在可以去中国找工作了。他把你带去，你俩去中国找工作吧。穿呢 ？Money. Yeah. 谢谢， yes, 这是萌萌沏的茶。Yes.就忘不了这个，他们那个接受的甜度和我们不一样啊。这包糖都送你了，待会打包带走。加油！加固加固。干杯！哎呀，现在这个萌萌泡茶泡上瘾了，现在都由他给我们来泡茶。真的，考虑以后给你带回国啊。现在你看萌萌轻车熟路的来喝茶，自己给自己泡，我们都不喝了，他自己在这边喝得一头的劲。